上我们的天庭乐台神，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。嗨，首先我旁边李延景，李耀哥，还有我们的杰文。好，奶哥的旁边的是我们的英。今天是俊男美女啊！对啊，我好久好久没工作了，不是来这边要讲笑话吗？那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。好，来问大家，柯南长大之后要做什么？要做什么？名侦探柯南，私家侦探，不然可以报考那个警校啊。没有，要开计程车。为什么？因为推理严谨。哎，这招不错，自嘲吗？哎，真的耶！不行，笑话。这是因为你的事情之后才有这个笑话。对对对对对，马修现在是时代武器之首。哦，系好折凳之后。对，那以后柯南长大也不怕没有事情做了。没问题，好不好？哎，啊，报考计程车，来，欢迎今天所有特来宾。来，马上是我们的第一单元，进行了大家都相当兴奋的一个单元。没错，给我一个吻。不知道是制作单位给我们这个主持人的福利，还是给我们女艺人的福利哈？对呀，对呀。那如果这是福利的话，那为什么会有杜丽呢？最大的福利是不是？所以今天要加油啊！是是。我们今天有这个牌，没关系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是配对的。对，我们这红黑啦，那红的就是女生来那个，是黑的就男生抽。哦，好的，我来洗女生的。好，给他们抽。今天签王很多。来，先不要看啊，先不要看。男生的，抽一张。抽一张，好，这一张了。那我们一二三，一团同时啊，同时啊，来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好，来了，准备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哎，哎，哎呦，你看杜丽，哎呦，跟小梁，哎呦，太好了，我们身高这么大 ，OK 的啦 ，OK 的。他是腰高，阿弟就力量，对不？那就看。谁赢？待会呢，我们的谁是吹牛王，谁就能先叫牌。哎，好，好不好？很重要哦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那就杜丽先来了。好了，你们这组先来了。计时，一分开始。加油 ！Come on， 一个笑。哎呦，哎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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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塞！头发的姿势好美哦！哇，这画面好好看！哇，哎呦，哇塞，加油！哦，这本是修修雷的代言。记录了吧？两个是先换我们了吗？当然啦，我们最厉害的摆最后啊。好，好，没问题。第二组，好，我们小梁跟李延景啊，好来哦，一分钟。图这里，李延景太高了，计时，开始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哇塞！哇！哇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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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掉了掉了掉了，不算。你吸啊！掉了不算，掉了不算。哇，李延景好厉害啊！哇塞！哇，真的很强哎！掉了掉掉，两张两张而已，两张而已。加油加油！第三张第三张，加油！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！你不要闹了！不要闹了！哇！加油！三十秒，三十秒！掉掉掉掉！记住！小梁，你干嘛？四张四张，五张。你就知道了，快缺氧了。当女生很辛苦，有的工作不是那么好做的。加油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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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问题。准备好了哈，计时开始。好，还没。
笑啦。保证很多张，不是 我真的不能玩这个单元。你看，你去看我之前单元，我只要在这边我都会笑，你知道我们知道为什么会笑？我不信小狼哥，因为我觉得这样脸对脸就很好笑，你知道吗？我演的，你之前没有这样，一张都没有，不可能啊！你一笑啊，那个哎，李严谨试一下，李严谨，李严谨，来来哇，来。奶哥，我换助力喽！你真不认真，我换助力喽！真的不是不认真，我真的很认真。没有，奶哥是男的还是男生？你可以，男生你比较不尴尬。助力，你的头怎么湿了？我这不尴尬。哇塞，他好厉害！好吸好紧啊！要录多久？为什么会有声音？哇塞，你要把舌头伸出来！哎呦哇！哎呦哇哇哇！他这个还在这里接，你真的是有经验哎，真的。三张九，这些人把球都给我。哇塞，他好厉害！哇，吸好紧啊！要录多久？你吸那么紧干什么？我真的没办法，我怎么变的？不是我故意的，真的不是。不是，我会笑，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不是，因为我听到声音很大的，好像是小精灵。好了，助力七张了，恭喜。那你们两个还要来找我们主持人来 PK？ 那我不要好了，好不好？你就跟英英了，我可以啊，还是我？谁说可以的？你要回答好快，我说可以啊，还是我跟杜丽？有时候制作单位就是喜欢看这种 turbo 的，对，好不好？我们就照命运，好不好？好，来 QQKK， 好不好？好，自己抽了，来，你不要洗牌吧？来抽一张，你就那个啦，你黑的红的？黑的，黑的嘛，打开，来，你们两个。来，你什么颜色？红的。哇，你是刚好哎，真的。不要录，不要录，不要录。这样好吗？结婚来。好。啊，你就跟杜丽了。好。那要杜丽赢啊。对啊，杜丽真的超强的。那就你们先。好，我们先，好不好？英英在那边嘛。好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，一分钟计时。哇，英英现在在撩头发。开始！真的可以笑，真的可以笑，我听那个，哇塞！哇塞！你要把舌头伸出来！哇！小梁哥眼神会不要这么深情款款吗？小梁哥动作好可爱哦。小梁为什么都不吸呢？唇油没了，他不擅长。6 5 4 3 2 1，时间到。这张不算，这张不算。啊，五张也不错啊，这边有6张嘛哈，但是呢，有一张是刚刚时间到的。
好了，看杜丽赢了啦，杜丽好好会接牌哦。可是我不太会吸耶。你不太会吸啊？你可以，你可以，你可以。好了，加加，来准备哦。哎，杜丽很厉害。一分钟，计时。3, 2, 1, stop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杜丽好会吸哦。为什么？可能上辈子是章鱼。他碰到就有嘞。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他眼睛会瞪大，你看瞪超大，好像章鱼啊！塞！哦，好厉害！怎么那么厉害啊？真的，我也很好，因为杜丽唱歌很好听。对。他一张一张把它摆好哦，哎呦，好厉害哦！他还可以摆成同花顺哦。哇哇塞，紧张啊！他眼睛可以不要再这么大吗？哇塞，已经七张了，可怕！他的眼睛破纪录，破纪录！快点，快点！整集都给你玩，好不好？高兴了吧？好，很高兴，很高兴。完全密不透风，他就吸走了。他真的找到人生的，就是对啊，第二非常需要技巧。要不要到六福村去表演？好，恭喜杜丽！来，我们下个单元。来，进行我们单元，怕死不怕死。哎呦，今天我们的台面好干净哈，哇，很美哈，是是是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第一 round 呢，我们就打屁股，我们就幺幺一，杜丽六，哦，好吧，七号牌的，十一就是我，好的，你我，一二三四五六嘛，对对，六十一嘛，对，好，一人两张，第一 round 打屁股哦，屁股哦，来了来，看看每个人的幺幺。李延景、梁梁、玲玲、玲玲、英英、丽丽、丽丽、丽丽，来，英英，从你叫，左还是右？你在看我呢？要算我多少是？弄不到我。大家好，我不会是二。对啊，从这边。好，我买一二三。二三四，杜丽，好严肃。五六，你为什么一直看我啊？好奇怪哦。是我的。我姚高今天穿着一套衣服打起来很过瘾。数字很小吧？啊？五六吗？咦，觉得很可怕。回转，漂亮。七八九，他没有在怕的。11、12，我13对不对？不好，我看13中吗？他我已经过了，过号啊，过号，你过号的。哇塞，腰高好贼啊！哎，他故意的，你知道吗？好贵哦！哎，我要弄你，我就弄到我自己耶！而且他一回去，不是英英就奶哥这边了。我还想说弄小杨哥哎。来哦，来请就位。好，哪个打很重？第一个是我打，之后呢，第二个待会就是你打别人。看镜头，看镜头。好哟。啊，屁股撅起来，屁股撅起来。哎呦，今天穿那么。sexy。来喽，准备好。等一下。英英。白小狗。来了。救命。走。打。节目怎么那么认真呢？好实在哦！啊，没有电动机你早说嘛！对，我就不会那么用力了。我刚刚有讲，有拍的很好看呢，你看是吧？你应该是属瞎子哈，属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猴、鸡、狗、猪、虾。哪一个黄？你怎么？我又没有输。让你赢了再说。不要。赢了再说。赢了再说。走，这位。再示范。来，坐坐，这位。哇，感觉你的比较大力耶。哎，对对，你可以换一下。我不要。我要弄死你。照这样子。对。开心啊。没有我的事也要被打。
谁让你爬上去？到底要被打多久啊？爬上去就有机会。看看每一个人的牌哦。哦，首先先看妖妖的牌，李延景、群群、李宁、英英、Dirty Baby， 好灵活。你看一下。往哪边？往我这，对不对？弄我。二开始。二。二而已啊。你那么倒霉吗？抽到三吗？三几率很小。叫二很怪啊。他想一个一个叫，因为他刚叫太快。真的，我会怕。外娘。那我。我就不相信三就好。既然他三了嘛。四五六七八九十喽！飞哥，飞哥，领先！来来来！你过来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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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不，你在想什么？哪个？他都饿了。我帮你，我帮你。我们这边是一条龙的。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帮忙出鞋子。我们一条龙的服务。对对对。哎，你我。好好哦。这个很急哦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事？我的李彦廷打死了，李彦廷，我打完真的是，还是我帮你打？还是先试下风力，试下风力。哎呦！哇塞！那么大！翻屁股是谁？后是吗？一直在打的，没有带打。我也没有比较小力哦。这潇潇洒过就凶过哎。这里帮他刺激，帮他刺激。难道对镜头跟家长说个什么话？家长。他小学生啊，还家长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是不是？我真的没有想到，真的是狼啊！太轻了，你给我做了，我留一半给你打的。哇！边打边打，走，要远一点，镜头能近。哇！打到我小拇指。对啊。哇，原来有这种力道哦！我要放放轻的。别碰屁股！完了完了完了！来来，各就各位。我坐庄了，第三让我是屁股跟脚底板。啊，好硬啊！嗯。奶哥一定会报仇。那你要小心一点。哦。奶哥，你要用这个小小的提示是大还是小？一样可以 pass 吧，跟回转。可以，用一次。告诉你，中间值。中间，骗人！你哪那么容易讲出来？我看从谁开始，我要打谁。哦，叫我打妖妖好，妖妖好不好？我算一下，我说要打谁都打得到。真的吗，雷哥？那如果没有打到，雷哥我没有穿安全裤。再差一两个啦。我腿嫩嫩的，乃至尊。小梁开始，嗯，往这边走。哦哟，三四五，六七。六七，八。我跟你讲，我算多准。哇！八该你。好可怕啊！好紧张哦。屁股和脚底板哦。我肚力打起来应该很响。Pass。这么早？这么早？八而已。八就等死了，该你。等死！哎呀，好可怕。九十十一。Oh my god！ 十二就好。天哪，那个距离一半是二十嘛？对啊，十二就好。十三，要这么早用吗？三张哎，半都还随便，三张六就十八了。对啊，两个五，一张六也是十六而已啊，对不对？怕什么？十四，一个而已。你说怕什么？你只喊一个。十五，十四，十五。如果我回转的话，我就回你啊。对啊，严谨哥一定，严不是严谨哥什么？没有，我现在跟你讲，用完以后就不能用了，只能一次。所以像他，就他等死了，他就等死了。十六，十六，你就等死了，你看看准不准？你看，我说，太屌了！我跟你讲，我不
我不是吹牛，我要打谁就打谁。哎，好狠啊！哪个算算了？算这个东西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人知道号码，只有我知道。帅翻了，好诡计！要先脚底板吗？啊，屁股。屁股脚底板一起，一起，一起，一起这样。你要脱鞋啊？我拿，你要哪一只？随便你。就这一只哦。我会勾引你，不怕死。哎呦哇！哎呦哇哇！哇，他这个还在这里接。你真的是有经验的，真的。平常都是跨到，他才知道举起来。要接着，然后说三。来了。不要。准备啊！妈咪，叫妈咪。一二三，叫。啊！没有没有啊！怎么那么小力？你就做换你。我小力吗？好可怕！哇塞，都没有给他时间准备好。脚底板，脚底板。你们好像我是犯人一样。今天行行。抓。哇！我小力吗？太小力了，对不对？我是两只手打。对，太小力。我感觉到奶哥对我的爱。你看，来来来来，脚底板，脚底板。你们好像我是犯人一样。我做到，我做到，耍赖。哎，换个位置，换个位置。好，你抽三张。好。让你选三张。拿去给镜头看，不要给别人看到哦。好。啊。好。去。嗯。这样子好玩啊！哎呀，好紧张，厉害，怎么可以算到他实力？真的，哪个内鬼在想打谁？这次不是我啊！哦，对，不是我做庄啊！哦，从我开始吗？那就从这边。好，好，三四五。哎呦，数字应该蛮大。六七。三四五六七六七六七。八。什么东西啊？上身的没事没事没事，哦，他也会这一道哦。翻什么白眼？九十十一啊，还早了。十二十三十四，怕都不怕。十五中，十六十七，大。十五十六十七哦，你没弄回去，弄回去了啦。因为我觉得姚彪应该不是想弄。不会，对，十八，十八，你又只出一个，强哥冲了啦！我跟你讲啦，在二十一、二十二啊，大概就这个数字了，相信我。喊了，十八，十九，中了。我不小心弄到眼睛结了。到底多少啦？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八。我不小心弄。紧张哎！回转又他中哎，那就好笑了。真的，而且他喜欢被打。谁喜欢被打？被虐狂。我还没打，被打还不够吗？他这样会跳起来。哦。好可怕！可怕！可怕！哇塞！都没有给他时间准备好。哇！这东西都不要准备。哇！我难得是你反应做太大了，没有，我难得是你反应还好，我们这个椅子还有庄家，我都没打到人哎，你没打到人，好，下一次再来嘛，好不好？好嘛，你要去上海了，哪一个？好了，谢谢大家，来，马上我们下单元。来，继续我们单元，谁是吹牛王？太厉害了，哇！谁先脱手就赢了。我们可不可以加码？输的再被……不要急，我们待会这场录完中间休息可以了。赛外赛就对了。有点奇怪。你有张牌啊，把牌不要给别人看到啊。来，杜立的牌，灯光师请加油。好，英英，英英的牌不要给杜立看到哦。啊，漂亮！对面姚彪的牌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严谨的牌，好的，来了，压力好大。杜立先叫哈，
我想这个很重要，我想真的赢了有奖金奖品啊。对，你加油，我要拿奖金。两张什么？两张，两张酒。三张酒，你们这些人把酒都给我。抓。一张酒，他不是，他不是，他不是酒。两张什么？两张酒，两张酒。英英换你，一张，加一张。一副牌有几张酒啊？四张。你敢不会这样的？要不要？又一个不会玩的，一张。李延廷加一张，已经四张了哦。我也加一张。哦，所以一定有人骗你，看五张的怎么可能呢？对不对？你要抓，或者是 pass， 还是继续加牌？我觉得杜丽会加一张。嗯。他要加一张真的酒。我觉得他没有。pass。李延廷。酒哦，抓他。真的啊？啊怎么抓他？已经抓错了。你看他，哎，真的，是不是？不能乱抓的。有四张酒可以拿出来。我来看看哈。好了，姚哥。哎，没有哎。可见大家都是 liar。liar。来 ，liar。姚哥，你叫牌。我。对。好。随便叫。好。两张 K。两张 K， 杜丽。一张 K。一张 K， 压力好大哦！到底要怎么样才对啊？两张，两张 K， 我跟你讲，这一定是真的。哎呦，哦，老李换你，老李，对不对？不知道，但他两张的不一定 pass， 该你，是 K， 刚是 K， 对对对。再加一张，再加一张 K。哇塞，好贼哦！嗯，杜丽，我可以再 pass 吗？再一张。哦。哇。pass。pass。嗯。来，这牌就收起来。哇，我有出牌的权利啊！好了，嫣嫣叫牌。哼。三张九，你们这些人，把球都给我。加一张 ，pass， 杜丽，抓，你要抓他，哦，是啊，鬼玩了，谁说他不会？杜丽叫牌，杜丽还几张？还有两张啊，还有三张，我有两张，现在姚嘉是两张，英英呢？四张，四张，好，我来。一张 Q， 你怎么知道我有？你什么都有、啊，我什么都有，两张。李延廷，抓，啊，不好吧？那他一定有 Q， 抓，嗯。两张，两张，两张 A， 加一，加一张，加一就是我的家乡哎，加一是你家乡啊，对啊，我就是加一，哦，加一哦，真的，真的，加一张，一张，英英，加一张，加一张，第二轮放这里。你剩几张？等一下，你剩几张？哦，还有三，还有还有两百多张，他剩一张喽。杜丽，杜丽也是要抓还是 pass？ 还是要继续叫？他 S 加一张 ，pass， 英 ，pass， 好，全部 pass 过了。那你不能喊到他有的，不然他就过了。真的，来，你严谨叫。
好紧张哦。我想一下哦，一张九。他不是，他不是，他不是九。pass。两张。加两张。pass。好了，全部 pass， 三一了。哎。哇。两张 J。两张 J 赢了。你一定要抓了，开！抓！莫名其妙，没有莫名其妙啊！莫名其妙，我也觉得莫名其妙。恭喜一获胜！来，继续我们的财神赏脸。好，所以呢，恭喜英英呢，今天呢，刚刚神水女王也没想到赢了，真的，好厉害哦！杜丽这么认真哈，我很认真，而且我没有想到她会赢我哎。那我们再跟告诉你，我们除了有十万、二十万、三十万，还有哪四个大奖？没错，四个大奖有超神水洗碗机，价值约25000元；质感双温酒柜，价值约30000元；抗氧化水摄影机，价值约30000元；移动冷暖空调，价值约32000元。所以抽到这个也不错哦。我跟你讲，这四个还有十万、二十万、三十万在里面，一到二号，九号码。哦，九号。九号，九号哦，为什么九号？因为数字九号是偏财，真的。对，那我们就会把那个偏财拿掉啊。我们一般都会放八，就想你要选。我们怎么会放八？这种都是 lucky 的号码，不会放的。八九啊，对不对？七啊，三六九都是好数字哦。真的？真的九吗？十九呢？啊？有。不，你先告诉我九要不要？要不要换？好吗？我不能讲。对不对？讲的话就好像我们串通了，来骗制作单位了。哪一个用眼神告诉我？我没有眼神，我眼神是涣散。没办法对焦，不清光眼。对中可不可以？好，这样子啊，跟你讲啦，九号的奖品，对不对？同事一场。哦。好不好？真的。好不好？好险，真的。怎么样？再选一号嘛，你把比较不好的拿掉了。哎，说得有道理哦。哎，小奖的，这样我就跟他拼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制作人，好不好？来，给我，哪个冷静哦？哪个？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全部拿掉。啊，那么多。还有，全部拿掉。所以在十九，这个是不好的，十九刹车小奖。那。啊，十九你刹车是不是十九还不错啊？我没有刹车啊，因为我就因为刚好这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刚好都是小奖，我就把那五个一口气拿掉了。这样真的几率变很小。你要几号？直觉，我要看十九，然后看一下制作人的表情。制作人已经离职了。那五号，直觉五或十九很难抉择。真的？嗯。五跟十九，为什么不情有独钟五一九？因为我是六月十八生日嘛，可是每次任何这种数字都不会中奖，所以就是选它前后。哦，前后对，都会还不错。那你跟我一样双子座，对，哎，我也双子座，哎，我六九。双子座最聪明的，来，三个人聪明，五或十九，你让我选一个，你帮我想。我不能再那个了，我这样已经很够意思了，拿掉六个小奖，因为哪个知道全部的？对呀，嗯。双子很容易很难抉择，三心二意是吧？对，对，男人也是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们双子很专情，很专情。双子专情，对，专一专情。你有看过双子？我们都被我们不是谈星座，快选号码。加油！我跟你说，你就是要说到你第一个想到的。对，第一个想到是五啊。好，那就所以呢？好了，五号。对啊，你今天就对，你今天很厉害哦，对啊，那你的梦其实也没有准。七个大，七个小，恢复体，恢复体，恢复体，什么东西啊？你懂意思吗？就是你只有二分之一的机会是大奖的，你怕什么呢？对，对不对？来，五号，确定了，来，2万块给你买五号回来。第一次就两万，你就知道他一定是大奖哦。才两万而已。我跟你讲，因为一半一半，然后这奖品起码都3万起跳。对，所以哪一个两万，这个太没有诚意了啦。所以要不要？不要，不要换算。好，哎，谢谢。
这么快？两万块他不换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的获胜的婷婷两万不换，马上进行我们的再加一万。好烦哦，哪个心机很重哎？才三万，才三万哎，三万我可以卖很多哎。三万，如果你抽到十万的话，就是赔了七万。如果你换的话，他现在讲这个又很奇怪。三万，跟你讲，双子座五号不满足，不满足，对，三万太少了。你告诉我换不换就好。不是换可以，但是要加钱。对，大声换不换？不换，加钱啊，加啦，哪个加哪个？哦，我已经给你太多机会了，我就直接把这大奖留给你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对，看我够不够意思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三万块钱坚持不换，五号到底是大奖是小奖呢？来，再加一万。哦。哇，好哟，那他是大奖呢？应该是大奖。对啊，你出手一下这么阔绰，会不会是里面是十万？对啊，而且时间到了，他还拖那么久。对，不管怎样都比三万。我们刚刚前面路太长了，会不会是矿泉水？矿泉水对身体也好啦。OK， 那就恭喜你。四号，双子座应该是想要换。四万，不换。不换，写双子坚持。我很少看到双子这么有魄力的。不换，但是傻傻的，而他中间完全没有犹豫。来，五号，盈盈的，到底。靠什么讲呢？天下无双。好，天下无双。今天到底能不能够把奖品带走？好紧张。里面是刚刚他讲那四个价值三万块左右的大奖，还是有十万、二十万、三十万？来，请出牌。我跟你说，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，这个又运气。奶哥的面色凝重，就是这个。好啊。不要讲话，不要让他揣测我们心思。什么都不要，连看他都不要，连看他都不要。翻白眼，这么撒野，快点撒野。开牌。哎呦，对到了。平。双子很聪明。双子很聪明，跟我想的一样。这个好难哦。第二张会出十二。第二张，你看他，我跟你讲，他很贱，他现在跟你讲说你第二张会出十二，对，然后呢，你就会故意，你就会故意就是，就故意出十二。我跟你讲，就真的，没什么怕的。对。确定了吗？我想他就是要激你。确定了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这一张对吗？他就是故意要激你。没关系，你出你的。给你讲他。好了吗？请开牌。十二。我少一张大牌。那你一打不能这样算啊。对啦，赢了哎。可是太大牌去吃他小牌了。对对，差太多。对，来，那你猜我们要出第三张？这样，哪个就剩是九十一十三，九十一，他还有鬼牌。哎，他剩八九十一，他还有鬼牌啊。哦，对，我先把小牌的消耗掉。他下一张会出大的。他下一张就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样会被阴了。对，他下一张。你被阴了。给他讲吧。我靠！听我的。该先吃小的。哪个都知道你要吃什么。就完蛋了嘛。完了。你就知道他会这样想我吗？团结，团结就是力量。哎呀，到底三个臭皮匠能不能够胜过一个徐乃麟嘞？嘤嘤，在大家的帮忙下，究竟看不看得到胜利的曙光嘞？广告后马上回来喽。完了，大牌没了，1-1。没有啊，你还有鬼牌啊！他跟你一样剩，
没有，他这样就是剩十二、十三。我剩91、12、13。哦，九。你剩下八九，鬼跟十一。哇，你记忆好好哦。你剩什么啊？哪个？9、12、13，丁勾。丁勾是什么啊 ？J。这个。哦，对。就是都是大的，还比比人蠢不蠢？还都是大的哎！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讲，我现在没有讲的话，一般呢，他应该会把你这张给骗出来。嗯，可讲的呢，他现在不骗了。然后呢，他随便一张呢，又会把这边给吃掉。哦，因为他的大牌够多。嗯，所以你刚那一张不能这样出。什么话？奶哥本身就是一个大牌啊，请出牌。现在我看一下哦，好啦，你自己决定。对，就是他。嗯，决定了吗？嗯。这好煎熬哦。哦，会不会紧张？我也很紧张。牺牲一下，对，这个最小的 OK 了。你不要指，不要指，我们自己第四把。现在赢两把，还要再两把。对啊，你的鬼赢到我的 K， 你可以决定了。嗯，决定了吗？哇，蛮硬的哎。我也不知道你什么，对不对？想到他会出去，我就知道他会这样想我呢，好紧张哦 ！Oh my god！ 现在我剩这两张，你只要鬼牌赢到我 K， 你就赢了。Oh my god！ 嗯，出牌。我们要先看你出啊。聪明一点。现在奶哥是赢两局嘛？我跟你讲，他赢定了。现在是2-2。是，自己选。这个太难了。这个你就随便摆啦，运气嘛。啊！还你！还你！请开牌。我突破他的心防，没有关系，辛苦了。我觉得我奖还好呢，我听说哪个很久没有送奖，盈盈得到的奖品是现金，没有是小次的，大的字才是现金大奖，三万，300,000可以买千张的美女滑鼠垫。你们好坏，前面不要写一样的嘛，很烦哎，让我开心了一下，我就说你这样。就是10万块奖金，来，10号、19跟4号，10号、19，居然是10万，好近的，好激动。来，4号，现金，现在哦，20万，10号，19号，19号，我的19号，算了啦，你，滑鼠店有请，好立体啊。是不是他的爹？让我们每个礼拜到礼拜晚上8点整，准时收看我们的《天天乐财神》。